我们现在知道在兰若寺会碰到什么，一只千年树妖，两条好毒的蛇妖，还有一大堆数不清的妖精。我宁采臣向大家承诺，待会儿一定上山找到水源，待会儿跟我一起上山。啊，上山！去兰若寺的路就在那边，去，祝你一路平安，英年早逝。 这兰若寺就是这个兰若寺，这个主就是我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宁采臣。我叫小倩。为了一只妖，摇尾乞怜，燕之霞，你是死心不改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人。 你是妖，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你平白无故跑来干嘛？我来搭救你啊！